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希伯来书10:36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长久祷告，等候你的应许，却迟迟还没有兑现。我向你承认，我心里常感到灰心、失望，甚至怀疑。求赐圣灵帮助我，能持守信心，不被摇动。求圣灵帮助我，结出忍耐的果子，让我在信心中学习等候，凡事谢恩，在盼望中与主同工同行。我宣告，我要耐心等候，相信神有神的时间，只等到我行完了主的旨意，就必得着所应许的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